嗨，大家好，我是 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HBase 基础课程。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 HBase 的这个各种 API， 包括这个增加啊 put， 然后那个单个查询 get， 以及删除操作啊 delete。那么我们还预留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啊，也是这个技巧最多的一个 skin 批量查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啊这个例子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下什么叫做这个 skin 啊。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啊，到这个 shell 环境下啊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table 零啊 ，skin table 零。好，我们看它的里面数据有哪些，然后呢，我们再去使用 skin 来去帮来去查询一下。好，我们里面有一个列组啊，我们来加入几个测试数据看一下啊 ，table 零一啊 ，ok 我们叫做一吧，然后 f name 我们也给它叫做一啊，那么 ok 二 ok。三啊 ，OK 四 ，OK 五，好，我们再来 scan 一下啊 ，table 零一，我们看它这个排序结构啊，好，一二三四五啊，这样的 OK。那么这个时候，哎，如果我们要去查范围是一到四的啊，一到三的这些值，我们怎么查出来呢？哎。如果说我们使用 get 的话，那么你可能说你可以用批量，对吧？你也可以用批量，但是你必须知道啊，这个你的 ok 是多少。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一个范围去查询，对吧？根据一个范围查询。那么我们这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ok 啊，就是到了这个使用这个场景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kin 它到底怎么去用啊 ？new skin 对吧？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结构啊。它可以有个空的啊，默认的构造函数，那我们先用它。然后呢，我们 table 点 get 啊，啊 get skin。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你返回一个什么？返回一个大的啊 ，result。哎，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要做一个两重循环啊。大家想想看，我这个时候，哎，我查出来的，哎，我们先把这个打印出来，哎，我们先给打印出来看看啊。好像不能出来什么结果，我们先看一下啊。好，这是出什么结果？结果出什么结果？那么我们这样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这时候查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列表啊？那我们先给它先循环一下啊。我们先循环一下看这个结果，然后我们再初步打印出来。这个 RST 啊。它结果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它是结果是一个这个。那我们呢？我们这个 next 要不等于 num 对吧？这个 next 要复制这个为什么 ？rst 替别 next。我们再把这个给打印出来啊 ，next， 啊，我们这样去看，好，这个结果出来了是吧？那么我们也看到啊，那这个呢，啊，这个大的呢，它是一个总的一个，啊，算式里面集合的一个子总的一个集合，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子集合是吧？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去查询呢，我不加任何条件啊，就查出这么所有的结果出来了。那你当一张表里面有一万行，那我查全部查出来了，对吧？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我们现在希望说，我去查这个一到三，那怎么查一到三？那关系数据库里面肯定是什么？比方说这个 rookie 啊，小于等于三，你如果查出来。但是你在 HBase 当中啊，你是不能这么用的，它没有这么一个无碍条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 scan 点 set 啊 start 开始行，开始的行情是什么呢？啊 two bytes。开始行是一。那这时候呢，你设置开始行呢，它这个查询。构造器啊，就会快速的定位到这个啊，定位到这个一。那它怎么定位的呢？那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 HBase 的这种 LSM 结构的这种树吗？它通过二分法查找，会快速的定位到这个一。那么你从开始行，哎，假定啊，我们只设置了一，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啊，哎，这一不太好，我们设置为三，设置为三。我们看的结果会是什么情况？哎，看到没有？它就会是345出来了，对吧？345出来了。OK， 那么我们就懂得了 ，start row 是什么意思？表示我快速的定位到我这个起始行件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啊 stop， 我的这个 stop row 啊，我比方设置为五啊，那么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就是说我这个 start 这个它是包含这个什么开始行，但是呢这个 stop 呢啊它是不包含啊，这个面试时候会问，经常问的啊，不包含结束行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说我这么去说，大家就应该能清楚了。我这个结果返回结果是多少？是不是3和4啊？对吧 ？OK，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它到底是不是3和4？哎，果然3和4，对吧？是3和4。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去查1到4之间怎么去查呢？那我可以这样设置一下。一到四这样是不行的，是吧？得设置为五，啊，一到五。那因为它不包含结束行嘛，那就一到四查出来了，对吧？是不是一到四查出来了？好，那么我们把怎么样去把这个结果给打印出来？因为这样输出肯定是不对的，对吧？这不是我们期望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就使用到了我们这个工具类啊。啊，使用了工具类，我们 cell 啊 ，util，
点什么？点。我们这个。或者 next 点这样吧。这时候呢，我是不是把 family 给弹出来了啊？我们把 family 打印出来了，我们列打印出来啊 ，col 列打印出来，列打印出来。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值呢给打印出来啊，值给打印出来 ，value 啊。OK， 好。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我们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少了一个啊 ，twice to 啊 ，to string 的是吧？这时候 to string 的，因为它是一个返回，是一个二进制格式的 ，to string 这个字节类型。我们把这个给输出来，你就看它的结果。好，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个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是吧？列足 f， 列 name values 一，是吧？那么这个呢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点数据啊，这个数据是个不够直观啊，我们再来做一点。我们做这个什么 age 啊 ，30 20好，我们就来这几个吧，来个二。好，我们就来这几个。那我们再来执行一个查询啊，我们把这个去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列足是什么？列是 name， 列足列是这个，它都是一个循环，都是一个循环。大家看到这个循环是什么？是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个循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结构啊。比如说，我去查这个，这个 rookie 等于二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两重循环，对吧？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列，有两个列，它是肯定是要循环两次嘛，对吧？那所以说这里呢，这个循环大家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吧？是因为我循环这个里面的这个列啊。那么这个循环是什么意思？大家就更清楚了，是吧？我循环总的这个集合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定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 name 这个列，我只要去查 age 这个列，怎么办呢？我们 scan 里面仍然可以去加这种条件，比如说 scan 点什么 edit column
我们就加这么一个，把这个列加进去。列是什么？列组 F 列是什么？name 对吧？那么 DYTS 点 to bytes 啊，我们把这个列 age 哎，我们 age 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哎，看到没有啊？结果就只有这个 age 了。哎，那如果说我们除了来做个不存在的，哎，我搞个地址啊，随便搞个地址 address， 我们再看它会是什么结果。好，它不输出了，也就是说你去查询一个不存在的列啊，它是啊，它是没有任何问题。来，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routine 啊。这个 scan 的一些用法，当然说这个 star 和 stop 呢，它不是说全部匹配啊，它可以一部分的匹配。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我们举一个21 location 21，23，哎，好，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scan table 01。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如果说我去查询这个 rookies 一到三之间的数据，哎，我们看是什么结果啊？一到三，我们把这个给做掉啊。我们看这个还是比较清楚，这个可以清楚。把这个做掉。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结果啊，大家看到没有？一二二，我21、22也在这个里面查出来了，对吧？虽然说它这个值啊，如第22和23，如果说我们光从这种数学角度看呢，我22、23、21是不是要比三大很多？但是为什么结果它包含三里面呢？哎，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HBase 它的 ROK 它是以二进制形式存放的，从左边开始比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啊就能理解了，对吧？我们设置为开始行列是从一开始，后面可能会一串数字，我们不管。结束行是三，不包含三，那么它就会比较，哎，你的这个一。我第一行一和我这个结束键比，是不是比一是不是比这个三小啊？是小哎，它存进去。我结束行为这个 ROK 为二的啊，是比三小啊，的确比三小。我21呢，它第一个比还有我二比三要小，后面它比不比了？它根本不需要去比，因为你这个已经比我这个三小了，所以说它放在这个结果里面。你就算你去啊，你去这样去写啊，你放这么大个 ROK 进去，你看它结果它仍然在这三后面，对吧？我们再查询一下，其实呢道理是一样道理，它是以这个二进制啊一个个去比较，我们不要以为它啊，我们不要看成是一个数学角度去比较，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它是一个二进制方式，是以这个从左到右方式去比较。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 scan 呢讲到这里。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这个 API 啊已经讲完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简单呢？那你只懂了前面的原理啊，那再加上这个 API 呢，那基本上你对 HBase 呢有一个这个40%的了解，一个40%的了解，那么基本上可以做一些最基础的这种开发了。那么我们这样去写方写程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说我们这种注释啊，这是为了演示，这个不是问题啊。那么大家去想想看，我们这么写程序，它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能知道有问题了，那么 OK，那你对于HBase 理解更进了一步啊，更进了一步，或者说你对关系性数据库理解更进了一步。那么什么问题呢？我们下节课再说。那这节课呢，我们先到这里啊。这个思考题留给大家，我们这个程序还有什么问题，有待于去改进。OK，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